Andre.机场那边，机场在转，不用转啊，你就
机场下来等一下就再上去了，也不用出那个什么地铁站。机械师傅啊，我还不知道。Thank you.
没得叫，因为我半截就估计是地震，我地震就是。狗日子，都是都是个肥牛。车子不走路，要发生点事故，他肯定给你那破烂车。